给你们仨开个小会儿啊！怎么又打架呢？啊，谁还咬了？你还咬了？谁咬亮亮了？啊，谁咬亮亮？谁心里明白啊？一看就是你大辉啊，一定是你咬的啊！点点呐，大辉咬亮亮，你说该咋办？干啥呀？啊？嗯，你关门干啥呀？啊？干不干啥？揍他呀，是吗？你咋能接呢？啊？给门关上揍啊？是吗？啊？是啊！哎呦天，大辉啊，你得不给咬亮亮了，行不行？啊？啊，行啊，那以后不咬亮亮妈给香肠吃，好好。亮亮，你别不开心了啊！大辉说了，以后不咬你了啊！来，妈给香肠吃啊！来，你吃，坐下吃。点点，坐，快！哎呀，非得站着吃干啥呀？嗯，得有份啊，吃吧。待会儿又不咬亮亮了啊！哎，亮亮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老欺负他干啥啊？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了啊！哎，不打架，妈给好吃的啊，给吃香肠啊。好吃不？告诉妈妈啊，啊，好吃啊！哎呀，来吃吃。